吃完。消息啊，看这小伙子他到底要编多久。老铁，老铁，对，你在叫我吗？我觉得你太沉重了。是吗？我那个毛笔上画下去没感觉你知道吗？就太沉重了。来点嗨的。是，如果我书法写不好我就放弃来跟你写一首。反正你现在写到哪里？短短的鱼没差吧？对啊，这个比较 chill， 但有一点 EDM，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种。我觉得这个也蛮好写，写一点点就好了。有点太 chill， 太 chill， 是不是？哦。这个很有这边的 feel 哦，他这超 Q 的，我想好了，我等一下录一个给你。好，我麦克风先给你。好，先借我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这首歌叫《Family》。碎碎碎碎碎碎，完蛋了！我写书法写一写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跑来做歌了，莫名其妙。其实写歌也是我，我来这边想要做的。对啊，你本来不是也有说你想要，只是我们其实的确没有太多可以好好真的一直这样。好，我先去把下面的东西搞定，然后再来找。好，我先来。你看，这音乐就是让人家舒服。头的话，唔知是咧是乱还是安怎？还是给我们放散，现在这样子才符合现在的感觉。这是要哪用？中间有观察到有一段你好像一直在研究是不是那个麦克风不太会用，来上网查影片。对。
因为那个麦克风我也第一次碰到，哇，很方便，我也要买一支，就这么小一个，然后插上去很简易，只是我没用过，所以也要有些小细节要看一下影片怎么用。有情人消失在这世界，充满爱，让你徘徊对你不在意。来，爱，塞，当阳光洒进来，让这片土壤晒，你拍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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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拍，哦，有感觉。需要我的心安慰在你们附近，拿起手机革命将会一次兄弟，只要我们一起那有什么不行，有其他小组在这世界充满爱，让你彷徨绝对不会走在原地徘徊，阳光洒进来让这片土壤晒，它不愿带的风来小组在这世界充满爱，当你盼望绝对不会走在原地徘徊，别在外耍无赖，快到我碗里来，我们有一小小数秒让这阳光晒晒、我的歌词是这样：当你面对人生低潮，漫无目的，需要我的时候，会在你们附近、拿起手机 call me， 叫我一声兄弟。只要我们一起，哪有什么不行？对对对，我们一起的话就没有什么不行。然后有七人小组战，就我们七个人。对，然后这个世界充满爱。当你彷徨，绝对不会走在原地徘徊，别在外耍无赖。快到我碗里来，就是揪大家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友谊小小素描，让这阳光晒晒。OK 吗 ？OK， 我做完。其实你已经写完了，你没有再一个八了，你刚刚是写完了，是吗？对啊，这样八个八了啊。OK 啊 ，OK 啊，那我们去跟小徐接电脑。对，去拿他的电脑。你怎么办？你还有。我还有个词啊，怎么办？我本来想要写中文，但我中文想超慢。你前面什么意思 ？Where do you go? That's where I go. 你在哪？我就在哪。就会在哪 ？Cause we family. That's all.、就是没有为什么，因为我是家人。No matter what, I won't let go. 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不会丢着你。
Trust me, won't let you fall。啊，我如果你哪天跌倒或什么，我绝对不会让你，对，我会让你，好像是说会。那你那边的那个旋律是怎么跑？Trust me, won't let you fall。要几个字？十个。十个，也不一定要押韵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不需要押韵嘛？能押最好了。能押最好。押欧韵嘛？欧嘛？欧欧啊。欧中文算好押。欧很好押。欧我很多字。光说不做。你先把这个光说不做这个先抄下来。我先写。对。光说不做。光说不做。对。光说不做。光说不做。我知道了。说好的。说好的环游世界，一起旅游。说好的，让我们结伴环游世界，一起旅游。然后光说不做，放在下一句就好了。好，出太多字。让我们结伴，让我们结伴环游世界旅游。一起拿掉。四兄弟就不会光，四兄弟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不会光说不做。我觉得两句大家可以颠倒。好。对。OK。或者是家人也可以，家人好，对，家人不会说说光说不做，不会，绝不说说光说，绝不说说装光说不做，绝不会，绝不会，是家人绝不会光说不做，对对对，对，是家人绝不会光说不做，让我们结伴结伴环游世界旅游，对啊，好，可以可以。好，这样就搞定了、啊。两句就直到我们一起老去。对啊，我们就这两句就中文就重点啊，世家人就不会只是说说而已嘛。对， 说对啊，那我们说好了要一起去北海道，对对，各个地方，各个地方啊，就是我们我想到的就是我们一起嘛。对对啊，去很多我们想去的地方。对啊，然后直到老去啊，帅。帅啊！哎呦，哎呦，有感觉呢。我收一下，我收一下。哎、欸，他有吗？他有吗？他有，但刚好要更新。哎，我人生的创作，真的，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这样，创作就是有感觉的时候，你怎么写就是写很快。你没感觉就是没感觉，而且你知道我在写书法的时候啊，我听到你前面在那边弹琴，弹到我真的是快睡着。因为你一个音一个音在那边找，然后找超久，然后我想说到底现在是我现在是在练心，你知道吗？我在那边写书法练心，然后后来就噔噔，然后还错的，然后停下来之类的。对对对，你先跟他讲。那时候在考验你，哎、欸，老大，抱歉，因为我跟杰哥要用的这个 app 呢需要更新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你的密码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那你？不是你不要念出来，我这还在录影呢。你用 LINE 打给我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好，谢谢老大，拜拜。这样写歌其实蛮爽的。哦，那我知道了，我的专辑我要找一个民宿。哎、欸，很多人这样啊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知道。比如说去民宿。有两个礼拜，然后就这两个礼拜就是边 chill 边写歌。我觉得好像可以这样子。然后就跟制作人一起。对啊，很多啊。你有这样过吗？我在像我去瑞典、芬兰跟 LA， 你就这样写？我都是这种，就是跟大家在一个地方，然后就是一起在那边顺便 party， 然后一起玩。好羡慕。可是我的更长，我去过两个月。创作两个月。就也不没有把行程拉得很紧。我觉得真的没有我啦，我是属于那种要逼的，所以你可能给我两个礼拜，时间限制，对，你给我时间限制，就是比如说你什么时候交出来，我就会在那个时间点。
阿力，不太好。弄得怎么样？写完了。写完了，还没录。还没录。你等我一下，你先吗？好，要不要转 key 看看？怎么转？我来。你转 key， 你转 key 我转。你升 key 我怎么唱？你哪有唱啊？你那段哪会有唱？难说啊。嘣吧吧啦 ，OK 啊，没有变，没有我说那个配器啊，一点点啦、啊，有被毁掉一点点，有吗？啦啦啦啦啦啦，变高啊。对吧？你比较舒服。好一点啊，对你没差吧？对，只要我们一起来，什么不行也就像是在这世界充满爱，让你慢慢绝对不会再在原地徘徊，别再会耍无赖。其实对我来讲，这个 key 是我本来的 key。哦，你本来，好像没有差别。我对你来讲可能就好一点，对我来讲可能就高一点。哦，偏高一点。也没有偏高，就我正常的唱歌 key。哦，对，我把它丢进去哦。可以啦，可以啦。怎么又转？好啦，先吃一个啦。哒哒哒，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，好，可以，来吧。这个要开吗？哪一个？这不用按吧？这不用，这不用，这不用。你先录。好。啊，我等一下再进来。我们轮流。好。他们好像回来了。他们回来了。他们在做狗窝了。已经在做狗窝了。对吧？你等你调好，我们先下去。好。等一下再，我等一下再上来补我的。好。可以，你的应该很快。我的很快。可以，那等一下剩下再上来，对，就好了。睡啦，先下去帮忙，走，帮忙一下。这首歌我觉得最要表达的，除了很多一起完成的事情之外，浮现最多的应该是说我们一起相处那种。不一定是在任何地点或做什么事情，反而是最多的是我们一起很欢乐的时候，一起大笑，一起很开心的时刻。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，这份情感蛮出乎我意料。其实我没有想过说，我们来参加实境秀，最后会演变成这样。那当然我是非常开心，甚至很感谢我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这里。节目要效果，但同时我们又是真的。这是最珍贵的地方，然后我想用这首歌表达这份情谊，然后也记录我们。其实这也是很突然的，听他在那边弹，然后他说他就问我说有什么歌适合现在写，他好像不知道是中文不好还是怎样，就是他全部写英文，我也听不懂，你知道吗？我还要听他翻译，但是其实我就觉得他其实也都在观察大家啦，心思也蛮细腻的，然后我觉得他其实他自己身上其实也蛮多的爱，但是他可能就是因为他的那个样子，他不太会表达，所以他用歌曲来表达，我觉得这也是他的风格。那你第一次在写歌的情况下被那么多摄影机拍着，所以是什么感觉？其实是蛮特别的，因为我其实创作人几乎都会关在自己的一个小空间里面，但是因为我们摄影大哥其实都跟我还蛮好的，因为他们不太会打扰我，毕竟这是实境节目嘛，然后我在唱什么他们也都在旁边偷笑，我就觉得好像是我家人就是听我在那边自言自语唱歌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觉得反倒我觉得因为这一次这样写歌我会觉得好轻松，就是因为大家我们已经相处好几天了，然后我觉得那感觉已经变成很像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，他们在我旁边，我渐渐的已经开始习惯。我觉得节目结束，
突然没有他们，我也会觉得蛮寂寞的。对，因为至少24小时他们都跟在我旁边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会蛮舍不得的。第一个感觉就是，哎，很好听，然后很感动，因为他们的每一个字虽然都不是那种很咬文嚼字的文字，但是每一个字都非常的直接，就是清楚明了，感受得出他对我们的爱有多深，然后也可以立刻想到我们这几天打打闹闹的画面。嗯，从头听到尾，我也是在最后一句是我们一起到老，我觉得这句话哇感触很深，所以我们就是等于是永远在一起的一种感觉。前面歌就是一直在讲可能说彼此身边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可以彼此互相照顾，可是因为现实层面就是比如说大学的时候可能也会跟这个人好，可是大学一旦结束，一旦毕业，各分东西就散了，就是都很经常这样，就可能之后也就不联络。所以那句话就是在唱说我们之后就是会一直到老，是因为我们这14天的感情，这十几天来的感情就真的很好。所以听到那句就是就崩溃了，就是没有料到今天会这样。